那个所属单位自动查出来，好，这个 OK。第二个话，把它做一个清除，好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其实顺便延伸哦，如果就有同学说，老师我还是比较习惯用插入函数，哎，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呢，哈，我不要在这边建一个 sub， 建一个按钮，我希望说你能不能帮我把 VBA 的结果直接就放在插入函数，哈，能够让我像之前我使用那个 VBA， 就是 Excel 函数一样，好，然后呢最好可以在这边插入函数。好，然后呢我可以找到一个函数叫所属单位函数。好，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。是你要重播吗？变成像我们之前做的一样的那个流程，就是我插入一个函数，那我有那个函数，然后它会跳出给我一个什么资料，人员，那我就把人员给它，它就会帮我把这个所属单位帮你把它查回来，并且把这个的结果放在你的游标所在的位置。哎，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？我先取消，因为我位置好像放错了。啊，游标放这边，对不对？哈，插入函数，那这边会出现一个。可是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自己写的话，哈，它会多出一个类别。哎，对，一定会有这个东西。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在模组里面有一个以上的function是你要自己写的，才会出现。所以你们目前应该是没有。哦，因为我这边已经写好了，我 demo 给各位看。那使用者定义这里面的话，就会由你写出来的 function。那我要写一个 function 叫做所属单位函数啦。哦 ，OK。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它一样会要求一个参数叫人员，然后你就把人员给它，它会把结果告诉你。那底下就很简单了，底下就快点两下。哎，那不就你说老师，那这个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方法，因为这个方法好像比较像我们之前使用函数的这种方式。哎，那这个该怎么做了哈？实际上呢哈，如果你要写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函数哦，有没有使用者定义哈？当然你目前没有。如果你要产生的话，第一个，请你一样先到 Visual Basic 里面的这个模组里面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请你在模组里面哈，产生一个 function， 好，特别注意哦，名称的话呢就不是 sub 了，而是 function， 好，就可能 function 应该会拼吧哈，然后所属单位，按名称的话呢叫所属单位，这边不是空白哦，是底线哦，啊，底线函数哈，然后 enter 它就可以了，它一样会帮你加一个 end function 哈，那接下来的话哈，如果你要产生这一个 function 的话，它的概念其实，跟 sub 完全不一样哦。sub 是它不需要跟你互动，也就是不需要问你任何的资料，但是 function 会需要，因为它会跳出一个视窗，有没有？然后跟你要人员，你必须给它人员，它才会吐那个所属单位回来给你。所以它是有一个你给它人员，它会返还一个所属单位的结果给你哦 ，OK， 所以这有个互动关系哦，这个可能跟 sub 完全不一样。那 sub 是完全不会问 ，sub 是直接自己去抓资料，自己去做完，它就自己就结束了。那function是互动，那所以哦，差别在哪里啊？第一个，如果你假设要拿刚刚所属单位的程式拿来改的话，主要是这一段哦 ，for 里面的这个回圈。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回圈 Ctrl+C 好了，哦，那 Ctrl+C 之后的话，直接把它 Ctrl+V 贴到这个 function 里面，啊，记得哦，这一段是我里面这个回圈哦 ，for each 的回圈，好，哦，把它贴到哪里？贴到这个function 里面，好，哦，啊，因为它是缩排的，所以按 Shift 加 Tab 让它凸排回来，好，哦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哈，function 有几个概念，第一个，刮胡里面一定要放一个参数，什么参数？就是你要跟使用者要什么哦，我要跟他要人员，所以你这边可以跳一个人员 ，OK， 好，哦，人员。那将来的这个两个字哈，哦，它会显示在那个视窗，有没有？那个视窗讯息视窗上面前面那个地方，所以刚刚应该有看到吧？人员，哎，所以呢，我就填了高明明给他，那高明明这个资料呢？就会被放在人员这个参数里面哦，有没有把这个资料放到人员里面去？哎，所以这个人员指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指的就是
这个东西哦。OK， 那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刚 sub 是直接去 A 栏的第几列里面去找，哎，可是这里不一样哦，我们实际上是透过使用者给我们一个参数叫人员，而得到他要查的资料，所以呢，我就把 sales ID 的 A 栏哦，把它直接用什么呢？人员取代掉。OK， 好、哦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他一样去把那个范围全部比对过，哎，有没有这个人啊？有的话呢，最后他会得到一个有没有第一列的同一栏的第一列，就是最上面那个单位嘛，哈、哦。那 sub 的话呢，是丢到 B 栏的这个位置的哈、哦。可是跟各位讲哦，如果是 function 的话哈、哦，记得这个地方要改成什么？改成 function 自己本身。OK， 好、哦，把这个哦复制一下。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。哎，你说老师为什么他会返还给自己啊、哦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将来滑鼠游标放哪里的话，那这个地方就是你将来要丢回来的地方。OK 哈、哦，所以概念大概是这样哦。好，基本上程式写完了。OK， 哎，那来乱乱看哈、哦。哎，一样哦。所以你要怎么 run？ 插入函数。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使用者定义了，好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能是写错地方了，好，我之前好像有同学是把它写在哪里，写在工作表里面吧，那当然没有哦 ，OK， 然后按确定，然后人员给我一下哦，高明明，居单位有没有？所以哦，刚刚不是有一个把居单位查回来放哪里？哎，就放他自己的名称嘛，所以他自己本身也可以存资料。那因为你现在游标放在这里嘛哈，所以呢，他会把这个区单位丢到这边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向下快点两下，哎，这样就全部 OK 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两个方法啦。那你说哪一个方法好用？反正每个人习惯不一样，可以解决问题最就是好方法哈、哦。那所以我把刚刚的重点回顾一下：一，我刚刚是打一个 function， 好、哦，然后所属单位。底线函数啊，这个其实本来没有对哈、哦，然后我就 enter 它，它会自己加 end function 嘛哈、哦，然后第二的话呢，我是直接在这边再加上中间这一段哦，啊，中间这一段其实就是从sub 的 for each 有没有所属单位 for each 的中间这个回圈，把它 call 过来而已，有没有？然后记得我又按一个 shift 加 tab，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哈、哦，我改了这个。就是参数名称，然后把这个上面的 sales ID 的这个 A 栏改成人员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放在这里，因为他会给我嘛，他会给我高明明，那我就是把高明明放在这里，跟这个范围全部的储存格一个一个比对嘛，哈。那比对完之后，他最后会告诉我他的单位是哪一个，那我会记得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特别一点。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这个名称，也就是说它会吐资料回来给你的地方，就是吐回来给自己哦，哦，所以最难的应该最容易写错的地方应该这里吧，哈、哦，应该可以理解吧？这个如果你能够了解哈、哦，这个整个算是一个资料流吧，有没有？如果这个资料流 OK 的话，那你基本上应该写function就比较没问题了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那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哦。因为之前常常会有同学写完之后，习惯性动作会按下上面的执行，然后按下去之后会才对不会动，它变成这样，然后就马上就有同学问说，老师为什么它完全没有执行呢？哦，跟各位讲，function是被动的，它是被呼叫之后丢资料给它，它才会 work。你不能直接透过这上面来执行哦，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哦，所以这一段我也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这边这一段哦，应该在第二页的地方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